这是什么是意思？四个字，计时开始。老虎的身上有一只鸟。好，所以叫做鸟虎，鸟扑鸟虎扑生蛋。你觉得有感觉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看第二张。我们可以帮别人看吗？可以哦。那第一个呢？你能猜得到？奖金是7000块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一个虎一个鸟是什么？好，那已经证明你已经放弃第一个7000块的机会了。我放弃它，虎鸟没有这个东西。我看第二个是，好，方明杰的，请打开。张庭前那是猫，超棒的。没有看一个王字吗？不能叫画再来就解扣开始扣。好 OK, 我知道是什么了。知道吗？小林真的吗？画得很好。真的吗？你让我很开心。知道是什么的？来，谜题叫做骑虎难下。请问一下，答对了没有？这样能猜得出来，是不是跟第一幅画有很大的关系？你根本画的是鸟，好不好？是鸟。啊，你看它腿很长，它很难跳下来。好，腿很长。为什么你看到这个以后就知道？因为老虎嘛，所以是王，然后都是猫科的。虽然它画的很像猫，可是有一个人在上面在哭。对，就表示它下不来，就难下。好，马格丽特。哇塞，飞哥对你多好，你的天哪，还有楼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马哥，解释一下。喂，你这个是一个鞋子还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因为你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有一个很高的位置，所以你很难下来。你的鞋子已经掉了，可是你人还不走。哎呦，骑虎难下是什么意思吗？他这个没有，他真正讲出来的意思。对呀，他的其实没错哦，可是他的话就是意境太深。你画过老虎吗？画过。哦，你爸爸专门他的专长是画马还是老虎来着？是可是你刚刚不是说什么马桶，你不能画一个马桶，一个河，一个什么的？他们画的就是这样子啊，一个老虎，一个人。来看姜伟文的，哎呦，砸下去了！画的太好了，真的画好好。所以我不能把姜伟文的先没有给我看他的，先看他就大家就知道看的。啊，那个小刚的，啊不，可乐。我也是蛮清楚的。你看下面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下面那个是什么东西？老虎拉屎。下面大便。认真又搞别人。你看过老虎的大便吗？没有没有，这不是他的大便，是一个小狗。可我还来不及。你看过？哦，为什么你会看？去非洲啊，去非洲。哦，非洲。对。那是犀牛的，你到底搞不搞？老虎的啦，非洲有老虎，什么形状？有狮子。什么味道？就一坨。那是大象的。很小，大象的很大一。长颈鹿咯，那我看到几个。哎呦，画的天哪。哎，可是我有画这个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台湾南下，是骑虎南下。你画那是台湾啊？那一点都不像台湾。天哪，那叫骑虎南下。对啊，你画的是台湾啊。哎，让你看，他从就是这个点到这个点，所以一定是南下。你看我箭头上明显的犯规，对不对？用两个提示，两个图画片，就没听懂。我们刚刚讲车水马龙的诗格，老师，我看叶明轩老师的，老师画的，哎呀，你看看。